终于到了，赶快进去吧！喂，你不懂的咩？我跟你讲啊，搬新家最重要的就是过火炉。过火炉？你以为拜九皇爷咩？喂 ？Excuse me， 是噜噜噜噜火炉 ，OK？ 好了，什么时候可以过？这个礼拜天的晚上9点半，看明知故问 ，OK？ 哇，那不是要在这边等到礼拜天？很快的，等一下 ，OK？